俺的光洒千万间，咋搞都有你一件嘛，莫急莫急哈，房子多得很。 这个房子好，这又是你，哎，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是最好的麻生油。阿姨，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就是前台男。这个福星便宜点，你看嘛。人家我是那个中介公司的，我听说你是个，你再考虑一下嘛。我是中介，毛病。阿姨，你再考虑一下嘛，你。 你跟你女儿商量一下。女儿说了不得行。我是中介小王。听说你没有搞没？哎，你们咋个又来了嘛？我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不卖了哈！大哥，等一下。哎，大哥，房子不卖，留个孙子，不卖了，哎，啥子不能卖了？我跟着我啊。哎，你拿过啥子？我算一个了哈。 大哥，真的没法了，找房在人，成房在天，我再试最后一下。